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齐齐哈尔分行、秦皇岛乔氏体育器材制造有限公司联合冠名，冠军奖金300,000，总奖金近1,050,000元。2022至2023赛季，乔氏中式台球大师赛全面升级，年终总冠军奖金500万，超越斯诺克世锦赛，成为全球冠军奖金最高的台球比赛。本站赛事诚挚感谢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齐齐哈尔分行、Joy 乔氏中式台球球桌、北大仓酒业、骑士马家餐饮、 LP 球杆、野豹台球杆、 Furry 威力球杆、奥秘台球杆、皮尔利球杆、李斯球杆、 Ports 波茨杆、牙博士口腔医院、小麦皮头、镇红胶边、护翼灯具、英国世创6811台泥、比利时雅乐美台球、摩顿地毯、Linebox 施博专业台球杆盒、赛克斯桥粉、蹭个购商城、优泽智能球房系统、爱跑光影桌球、90,000击球器对本次赛事的大力支持。欢迎大家来到工商银行乔氏杯2023中式台球大师赛超级分站赛齐齐哈尔站的比赛现场。接下来进行的是败部第三轮33至40场的比赛，下面为大家介绍本场比赛出场的裁判员及运动员。一号台裁判员卢冰霞，运动员李英东、梁石瑜。三号台裁判员玉林，运动员陈双友、龚海峰。五号台裁判员张美璇，运动员奚守新、王鹏。七号台裁判员贾舒淇，运动员管振、张太义。九号台裁判员李雅帆，运动员邱炮谋、冯泽元。十一号台裁判员徐锦言，运动员楚炳杰、孔德京。十三号台裁判员张月秋，运动员赵延浩、宛同乐。 TV 台裁判员宋明明，记录裁判员龙飞、张星星，运动员于海涛、吴振宇。现在比赛开始。吴振宇你好，请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听我口令，预备，3、2、1，开始。吴振宇获得开球选择权。欢迎收看工商银行乔氏杯2023中式台球大师赛超级分站赛齐齐哈尔站的 TV 台现场直播。大家好，我是张清勇。这场比赛给大家奉献的是由画面左边于海涛对阵画面右边吴振宇。本场比赛是败部的第三轮，输掉的球员将会被淘汰掉。比赛限时140分钟，抢13局。比赛开始，第一局吴振宇开球。首先看第一局，吴振宇
右边中袋六号进，白球弹起之后呢，四左边有中袋。再看看下方球形分布。单色还不错啊，俺来看这杆是不是可以直接打四上手呢，把白球叫到最左边的边库向上打三。稍稍带了低一点的杆法，有想去轻轻 K 一下的想法，但这个位置不好。继续左上方底带，来看这个位置，黄一出杆会有点麻烦，下方比较好打的也就是二号跟七了，但是左上方还有一个红三啊，整场比这个单色里边最难的一颗。左下右边七啊，这杆较位关键角度还是黄一向画面左边的角度是最好的。这杆球呢从里边走，白球呢可以自然的留一个黄一向左，杆法不要太低。还应该有一点点角度，看这方向能不能低杆直接上去，从顶库再下来，或者是强行的用中低杆往左边蹬。强行蹬过来，然后要看这个边库的准度了，并且要带一些低杆。八号球下方的底带跟两中都有，减速打进右下角。谢谢，拿一分。吴正宇胜，比分1-0，开球竞拍。谢谢。
第二局于海涛开球。要看一下过线。开球失计。上方两颗，九号进。啊，这三颗球啊，一六十，没有被撞过去。请稍等。继续击打。选择了继续进攻，这个方向六号右上方单色是可以选的。花色这边呢有一颗十一，打花色就是右边上方的十号球，这里稍稍去叫一个细致的位置。单色这边要看五，五号的右下角够的话，局面也是不错的，没问题。六打进，往上蹬一点点，黄一右中。再来看这个角度，一点点向画面左边啊。好，顺下来，这个位置的话。上方还有一颗四，左上中带，一直在确认下方的五三的一个进攻的角度。左中，然后看下方，刚才画面里给到了，这个五号的右下角是够打的，没问题。好，来看那个方向。一点点向右。还要带一些低杆，杆反而稍低一些。啊，再来看一下三号，角度自然向画面的左边啊，这个位置，你想走两库的话，这个右塞要稍微强一些，而且带一点点的中低杆打，轻搓。吴镇宇胜，比分二比零。
三局吴振宇开球。上来先拿两分。中袋没有扎进。先看右上六七，传进，再确认一下二号的右上角，有就后面交位啊，没有的话你这杆球这方向来看的话还是够下的。又蹭了一点点的包边，这回比刚才好打多了。上方二不好出杆，用其他球再来调啊！左边现在还有一四，红三稍低一点杆法，好，这杆球要看一下上方的准度。杆法稍低点，左中，好，继续。白球最好是叫到下方花色的右边，变成一个横向可以打四，弹左边边库这样的角度。八号刚好是右下角，这块球呢稍带点中低杆，右边蹬下来。继续，还是要带一些低杆打。第三局，于海涛胜，比分1-2。谢谢。护翼台球灯具采用最新无蓝光护眼技术，拍照直播不失真，畅玩又健康。针对掘金九球、中式八球、斯诺克等均有特定灯具。护翼灯具照亮的不只是一张球台。伟力品牌始创于2002年，是世界著名台球杆品牌，致力于潜心研发全新球杆产品，种类众多，打感优越。威力，释放你的威力。
四局，于海涛开球。左边十五号进，这杆是没有问题的。下方二号有，左上方有一颗四。上半台的单色位置相当好的。上方可以找机会，现在就把上方的四三七打掉之后呢，用中带的六五下来过渡。下方的二号跟右边的黄一刚好也可以衔接。十秒，延时。先下来，我们来看这个位置啊，下方有一比较直的话，可以低杆回去。哎，左边二再向上，下方就不用再过来调了。还是没太想明白啊，这个球，现在要去传右上，传完之后呢，六号有一点点贴库边，打红三向上啊，继续留角度，然后六下来，还是前面提到的中带下来二一。这杆球不能太轻啊，需要带一些低杆发力。弹库下来之后呢，把这个五叫的稍微直点。叫了一个稍大一点点的角度，那这个位置呢，你要去顶一下下方的十一。而且力量还不能太大。可以尽量较直，右边花色比较多，从右边走不太安全。还是继续的有向右的角度，一定要从里面走的话，这个球就要避开对方的三个花色了。还是蹬边库，稳妥一点。第四局，于海涛胜，比分二比二，开球上台。谢谢。
第五局吴振宇开球。国线不够，开球失机，两球，第三颗没有，也没有球进。你上手不太好选，下方有颗黄一，但是单侧里边难点还有点多。请上手，重新开球。第五局，于海涛开球。来看于海涛这杆开球怎么样？两球、三球没有球进。开球失机，于海涛第二次开球失机，再有一次判负一局。而且。岳涛已经是累积了两次了，请稍等。每累积三次开球失机，判负一局。来看一下选颜色啊，单色是相当不错的，上手打五交二，打七上去，上方呢可以奔着。一三的左上底带叫是没问题的，聊了一个花色，那就是十一。然后看左边，聊中带的意思就是打十下来可以去顶一下十四，把十四 K 出来。好的，给到之后呢，来看右边啊，右边应该是两颗都够下的，没有问题，十五十二。这里边上方还有一颗九，接低杆叫，撞到五包边之后，这个九应该看不到了。其他球再调，大反角十三，这球勾到七号是 K 了两下，白球没有出来，左边十四看不到。
上方来看球。先瞄一个右上，判断一下白球横向左边的位置。十秒，延时。好，非常准。还要继续的再把下方扣边这颗再打进啊。还有十二号，这球要想叫右边中袋的话，你正常高杆左菜或者是中高杆蹬边库钻缝隙啊才可以，比如走一个七八缝隙。蹭到包边也有效果。第五局吴振宇胜，比分3-2。谢谢。第六局于海涛开球。犯规。上方白球掉右上，线后自由。先喝酒球。花色还是比较好选的，单色也是一样。而且黑八这个位置也是比较开放的。十秒，五、四、三、二、
底带单色打进。来看七，角度向左的话，继续用中低杆可以调一个七五同带。啊，再来。那这个时候呢，打进五之后呢，左上方二跟红三中带下来，四号球呢再过渡。好，左上。右中，走的过头了，这球是尽量奔着交出一点点像画面左边角度了，但是现在呢应该有点直，而且还是向右。来看看下来叫小面，好，右向左。没问题，中带还有。第六局，吴振宇胜，比分4-2。谢谢。手工制钢工艺。碳纤维纤脚，11.5毫米特制杆头，独特的球杆锥度设计，比九球杆更具准度，比斯诺克杆更易发力。他帮我夺得3次中式八球世界冠军。Box 杆，恭喜和中式台球。第七局，吴振宇开球。要看开球。开球时机，吴振宇第二次开球时机，再有一次判负一局。两颗，红三没有，11也没有过。我再看一下岳爱涛啊，这里边有一个七传四，请稍等。然后呢，上方红三就可以再去交位了。右边两颗五六呢是没问题的，可以先打一颗。
继续击打，包括八号，八号这个位置右下角有，这杆球白球呢也没有说往下走很多啊，离得稍稍有点近。来看加杆，出杆要非常的短促，不要连击。现在这个镜头里边，六号中带啊，可以去交位。好的，交到。继续的后点打进，用低杆缩回来。这个位置七号不好打，角度还有些大。其他球再过渡，先来看一下右边中带的角度。十秒，延时。中带。这杆最好把七调的稍稍的好打一些啊，比如说向左的角度也不能叫太大。好，自然的用中高杆横向的边库左向右蹬过来，下方二，二号呢可以吃底库，叫黑八，可以叫同带。可以推一点点右塞啊，走两库，二八同带。这杆关键的八号没有打进，要擦球，
感觉这个高杆效果不对啊，走得比较慢。再来看十啊，非常强的一个左塞，边库可以倒，看力量怎么样。啊，还是有些过头。那么拿十五这边再找，看看边库这边啊，九再 K 或者是翻中。再叫过来，继续还可以 K。这个方向打十一不如打 K 到这颗了，就直接打 K 到的这颗啊，带一些低杆横向左上方调一个十一。再来十一，我们下方十二叫黑八，下一些高杆，第七组吴振宇胜，比分5-2。第八局，于海涛开球。十二，红三啊，进两颗，这杆的力量也加大了很多。这盘来看一下，
中代九号。好，有第一杆的右塞，顶一下。这球顶完之后，十四也不好打。右中十五。稍带一点中低杆左塞上去调十，左边中带，再来看十，中带没有打进，吴振宇左上，白球横向出来，四向下角度有，可以带下七，左中刚好五号球过渡。好的，效果相当不错的。下方的二六呢，也可以同带，打二同样的从底库绕出来，可以交六。调到这个位置呢，继续左边走两阔，带一些第一杆的右塞，主要就是避开八号球，下方是没有问题的。强行的走一库，这个方向上有黑八，这条线路不是一个最安全的线路。跳球，跳的稍稍偏了一些。来看一下岳海涛，上方发色是拼球，下方看看十一，最起码可以做一杆防守。有下没问题啊，打进之后呢，可以直接再交位。上方挂色，来看角度啊，下低杆，左下方继续低杆，
第八局于海涛胜，比分3-5。谢谢。第九局，吴振宇开球。同样是加大的力量，这杆中袋炸进。上手右边有5，而且这个中袋是支持有想法的，比如说你从顶库下来去带一下边库的4。绕库过来，变成向上的中袋，这个方向上还有一红3，因为八号在上半台，所以下半台基本上不用留球了。再来下方红3，横向过来来看，中袋有向上，先量了一下直库钩的位置，左上有。下方7，叫中袋，看角度，
无论叫哪边啊，争取叫的稍微直一点。右边高杆推过来，第九局吴振宇胜，比分6-3，开球青海，官方暂停10分钟，10分钟未到判负一局。我们与齐齐哈尔这座城市共生、共荣、共发展。个人客户、个人储蓄存款余额居同城同行业首位，全力支持服务实体经济。聚焦重点民生领域，持续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工商银行，工于至诚，行以致远。乔氏金腿追分神器提醒您，精彩比赛马上开始。兄弟，人都到齐了，这酒，酒来了。对，就喝君妃，这个酒啊，北派高端酱香嘛。哟，知道啊，招待贵客就得是君妃。这酒是我家乡黑土地的精华，酱香工艺传承100多年。待贵客选君妃，来干、啊、北大仓君妃，中国北派高端酱香。给我摆正脸。齐氏马家，一家专注于生产和销售高品质牛肉的企业，精心甄选北纬47度生长的优质草原牛，肉质鲜嫩，口感绵软。我们只卖好肉，卖好牛肉。即日起，齐氏马家品牌正式面向全国诚招加盟商，力求让我市特有的烧烤产业、烧烤文化走出齐齐哈尔，走向全国。开启技术窗模式，开启暴力窗模式，皮尔利为中式台球而生。我们与齐齐哈尔这座城市共生、共荣、共发展。个人客户、个人储蓄存款余额居同城同行业首位，全力支持服务实体经济，聚焦重点民生领域，持续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工商银行，工于至诚，行以致远。镇宏胶边，声音小，弹力大，国内权威橡胶高分子专家合力研制，领先的制造工艺和设备，恒温无尘车间打造台球职业联赛所需标准，冠军500万乔氏大师赛官方供应商。镇宏胶边，均匀反弹，铸就一流打杆，保障公平竞赛，持续助力中式台球职业化联赛，制造好球桌。胶边选镇宏。沪意台球灯具采用最新无蓝光护眼技术，拍照直播不失真，畅玩又健康。针对掘金九球、中式八球、斯诺克等均有特定灯具，沪意灯具照亮的不只是一张球台。中式台球俗称黑八，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64个国家。大家好，我喜欢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不畏磨砺，披荆斩棘，10年一剑，只为把最好的给你。野豹球杆，摆台。
数，比赛继续，第十局，于海涛开球。好，暂停结束，继续看比赛。双方第一阶段九局打成3-6。那这杆呢，炸球有球进。左上，带了一个明显的左塞在里边。这球过来之后贴到11，那要看14了。14有，推过去，还是角度向上，12还可以打，下方有9。左下方9号，小心啊，腹部不要碰球。再来，冲带有，稍带点低杆，来看这个方向。这球不好，比较直，向右呢很少，八号呢想叫左中还不太好叫。好，强蹬，这白球没出来，来看上方有没有漏中带，没有，小扎杆薄边。吴振宇，先防一杆，打一半轻打，强行的扎杆，右塞，犯规。
次有球。要直接摆一个红三，发了一 K， 不算太好，这个六倒还有中带，白球有些靠库，打起来出杆会稍稍的有点麻烦。打进。上方再来三颗。下面找机会去叫一个黄银的左下角就可以了。继续右上方，好看白球蹭了一下二的薄边，上方五还可以打，稍带点中低杆边库弹起左上，好来看这个角度怎么样，有向下的话就继续的用中低杆往下走，左下第十局吴振宇胜，比分7-3。谢谢。第十一局吴振宇开球，右中进一颗，先来看九，没打，可以打。
从上方下来，先调一个十四。角度稍稍的有点大，你看这杆较位，还是要尽量避开下方的十一啊。比如说你要走一个三号跟十一，或者十一跟六啊，走缝隙。好的，减速非常明显啊。这时候呢，来看左边十五向上，十下来，继续的。这杆十号呢，杆法稍低一些。白球十一还有，中带继续，第十一局吴振宇胜，比分8-3，开球请台。谢谢。第十二局，于海涛开球。十五，左中进。直接来看上方的十一，右边九十这里呢，可以有一个接力啊，
十号如果离缝隙太近的话不好打。借一杆之后呢，可以把十号借活。这杆可以直接来，带一些低杆把十打进。哎，不然后面你把这个位置留下来叫八，也要看看八号的左边四有没有挡。好的，打进。左上方，看一下白球，还可以。想打十四，哎，觉得这个角度稍微有点正。而且要避开下方的单色。二五直接右下角。十二局，约翰涛胜，比分4-8，开球前台。第十三局，吴振宇开球。开球失计。两球中带有开球失计。什么没失计？重新开球是吗？哦，不好意思，吴振宇三次开球失计，判负一局，
第13局，于海涛胜，比分6-8。两球过，红三进。第14局，于海涛开球。犯规。开球，白球吊带。后左球，这边还是主要看一下，选单侧的话就是一个五号解决右边的29这个位置，或者你下来之后呢拿7向上去 K 一杆，这单色里边的难点。10秒，延时。看一下二号，有打，正常角度向上，也可以直接上去调一。角度还是可以向上的啊，这个球可以要发力，带中低杆顶空蹬下来，左边6下来，下方可以先调4，然后7号这边呢可以调8的左中。没问题啊，7号右边，8号左中。
第十四局，吴振宇胜，比分9-5。谢谢。第十五局，吴振宇开球。犯规。白球。左中吊带。先后自由球。先后自由。要不要打花色？八号下方13-15的左下角应该最少有一颗可以打。上手只需要把11打进。三色二号，推下这个位置之后呢，来看看上方有六啊，左边中带有五。要是考虑拿五去借14的话，可以给四跟红三让一个最好打的带口。来看这个五借十四，时间已过半。清借。好，弹起，角度向下，带低杆下来，43左中。
下方绕出来，中带有再来继续，还是中带，第十五局，于海涛胜，比分6-9。谢谢。有实力，全乔氏。什么是全乔氏？就是奔驰中的 S， 乔氏中的乔氏，是全国台球俱乐部的塔尖。杭州优米台球俱乐部提醒您，精彩比赛马上开始。小麦皮头，轻松上手。第十六局，于海涛开球。右中二号。这盘来看看单色啊，四五左边，六右边，上方红三呢可以调一个右中或者右上，黄一左边有，黑八左边有，选花色这里边就要看一下你十二和九号的交位了。十秒。这盘整体来说两组球都很好。十秒。下方准进，黄一角度还是稍稍的有点大，打中带的话这个杆法要低一点，力量还不能特别大，横向右下。有角度，中低横过来，
来看两遍。低杆六打进，左中黑八，第十六局于海涛胜，比分7-9，开球请打。第十七局，吴振宇开球。开球失计。11被撞了一下，三球过。请稍等。继续击打。二号15，选一颗，下方5。打5，可以带低杆横到左边，把3打进，然后中带6向上。三吴振宇，左下方13。
十大街。中带有十二，白球可以上去。好，先停住。这个方向的左下有一颗九，再往下右下方十四。十四还是有向下的角度，可以继续的蹬底裤向上。下杆的低杆有点滑杆，这球有点滑杆，底杆还有，十七局吴振宇胜，比分十比七，谢谢。第十八局，于海涛开球。开球没有球进，那么吴振宇上来呢，右上方有一颗带口，左边有五。
寺庙。这里边要看看下方。二号左中有，可以去过渡红三。右下方的黄衣单独可以进攻啊，这里边稍难一点就是两边的六七。好，先来五号有角度，中高杆蹬到左边。可以叫到六，寺庙。看角度还不错啊，自然向右。那么看这杆啊，可 K 七可叫七啊，在第一杆横台右塞出来，这个球看你吃到右边边框的位置。要发力。白球直接顶到九交道，还可以继续打。看看三号中台不好打，这杆直接带第三右塞呢，可以去调一个二号中台这边。还可以，尽量的轻打，叫红三，留一点角度。应该是觉得在这个角度上有点直啊。看看想法这里。有一些向上，对，轻推过来底带，然后第一杆下来，第十八局，吴振宇胜，比分11-7。官方暂停十分钟，十分钟未到判负一局。与齐齐哈尔这座城市共生、共荣、共发展。个人客户、个人储蓄存款余额居同城同行业首位，全力支持服务实体经济，聚焦重点民生领域，持续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工商银行
功于至诚，行以致远。乔氏金腿追分神器提醒您，精彩比赛马上开始。腾哥，人都到齐了，这酒。酒来了。对，就喝君妃。这个酒啊，北派高端酱香嘛。哟，知道啊，招待贵客就得是君妃。这酒是我家乡黑土地的精华，酱香工艺传承100多年。待贵客选君妃，来干。北大仓君妃，中国北派高端酱香。给我摆正面。骑士马家，一家专注于生产和销售高品质牛肉的企业，精心甄选北纬47度生长的优质草原牛，肉质鲜嫩，口感绵软。我们只卖好肉，卖好牛肉。即日起，骑士马家品牌正式面向全国诚招加盟商，力求让我市特有的烧烤产业、烧烤文化走出齐齐哈尔，走向全国。开启技术冲模式，开启暴力冲模式。皮尔利为中式台球而生，我们与齐齐哈尔这座城市共生、共荣、共发展。个人客户、个人储蓄存款余额居同城同行业首位，全力支持服务实体经济，聚焦重点民生领域，持续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工商银行。功于至诚，行以致远。镇宏胶边，声音小，弹力大，国内权威橡胶高分子专家合力研制，领先的制造工艺和设备，恒温无尘车间打造台球职业联赛所需标准，冠军500万乔氏大师赛官方供应商。镇宏胶边，均匀反弹，铸就一流打杆，保障公平竞赛，持续助力中式台球职业化联赛，制造好球桌。胶边选镇宏。护翼台球灯具采用最新无蓝光护眼技术，拍照直播不失真，畅玩又健康。针对掘金九球、中式八球、斯诺克等均有特定灯具。护翼灯具照亮的不只是一张球台。中式台球俗称黑八，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64个国家。大家好，我喜欢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暂停结束，比赛继续。第19局，吴镇宇开球。开球失际，吴镇宇第5次开球失际，再有一次判负1局。过3球。请稍等。继续进攻。继续击打。
传一杆，传进。十四，继续。左下方还有十二跟十一的过渡，后面十三叫黑八中带是没问题。下方底带又没打进，上方传了一杆啊，也并没有传进。好的，左下方拼进看白球，这个位置又不好打了。不是本意、这个不是本意，想防守，因为白球是奔着十四下方做一个防守的、没有想到前面会传进。好的，上方又拼进，这里十四又不好打了，没有一个直接可以去打的带口。
石庙，岩石。大力的包进，这个位置中袋还有，主要还是要考虑一下二号的这个位置。下方四，从底库向上，右塞高杆兜一下二号，并没有带到啊，看白球，要拼翻中吗？来看一看。这球还是可以绕三库上去的。要拼防守，看白球没挡住，要来看一下二号的下方啊，有没有被挡带口。好，直接下来，左下方。这球还要带点低杆上去，直的话可以带些左塞，要发力。再来推两库交中带，本身角度就是够，所以说不需要加旋转。第十九局，吴振宇胜，比分12-7。谢谢。
第二十局，于海涛开球。这一杆开球没少进，中带有两颗，上方又有一颗过线。十二号，好的，没问题，花色，但这个白球不好，这个位置呢需要用加杆了，要打十一的话。你们这球提前做处理还是不错的，中间这个二号还是有影响到两个球的一个交位。九号。十打进，上方十五叫十四。好，来看这个角度。白球叫到开球线上方，流向下，向左下方。继续，稍带一点点中低杆下来就好了。右下角八号球，第二十局，于海涛胜，比分八比十二，开球清台。谢谢。第二十一局，吴振宇开球。一杆大力开球啊，没有投进。
看左边花色。中袋打进，来看一下右边的角度，边库还有一颗十二号，好的，带出来，九号这位置会有点够，有点身材球。这球要带点低杆啊。好，角度。向上之后呢，来看这杆直接叫哪颗啊？两颗中带都可以叫。左中不算太好，这个球啊没有较直啊。比如上面这个球你较直往左边再推，随意低杆再往左边走，那现在呢这个位置是向上的，底带中低杆横到左边，左下第二十一局，于海涛胜，比分9-12，谢谢。乔氏金腿追分神器提醒您，精彩比赛马上开始。第二十二局，于海涛开球。左中右上，有球进。黄一，七，有点直，低杆下来。看这个白球位，调了一个四号的左下，还比较直。打进之后呢，右边自然还有底带和中带衔接。
右下方。再来，来继续的高杆向上。中带有第二十二局，一号抛胜，比分10-12，开球请台，谢谢。第二十三局，吴振宇开球。有球扎进。来看选球，首先看到的是单色有半贴库的最少有两颗，37。其次呢是这个9号球花色，上方底带有。那么一上来，要看选球，选黄一，上方有7。但是右边的红3还是难点。10秒，延时。打进下来，左上，然后2K3，打得太厚了。华色这边呢也没有一个很好进攻的点，还是尽量的要防守。这个方向上这个四的中带有可能要拼，那刚好是白球向右上的，右上方呢还有一个12，这个球可以顶一下。
犯规。顶到十二，但是个薄边，啊，白球吊带。自由球。十三，左下方两颗，然后十十二向上，最后呢，左上方叫黑八。反向十号中带，没问题，中带。第二三局，于海涛胜，比分11-12。谢谢。第二十四局，于海涛开球。8-12落后，现在追到11-12。中带和上方过线进。袋口还有一颗二号球，这盘选单错的话，这个三六位置还是有些麻烦，最好打的袋口左下方被挡住，要看看中袋。先下来，这个位置先看三。
石庙，岩石。强行的保黄衣。右下方有比较直，往前蹬一点，红三的左上也可以。这球还是有一点点角度的。顶一下十三，这样八号的右下角也够了。场外观众请把手机调成静音。上方两颗，八号呢？前面也是右边，把十三 K 了一下啊，这个黑边的右下角是可以交位的。左上方，然后黑八右下。超胜，比分12-12，开球清台。我是裁判王忠尧，工作时严谨公正是我的态度，打球时我使用赛克斯巧克粉，轻松应对各种加赛难题。实力全乔氏，什么是全乔氏？就是奔驰中的 S， 乔氏中的乔氏，是全国台球俱乐部的塔尖。重庆玉林乔氏台球提醒您，精彩比赛马上开始。决胜局，吴振宇开球。双赛点，决胜局。中带右边进一颗。这盘单色非常好，黑八下方两边的底带跟左中都有交位，上方二三啊，看角度打一颗，另外一颗就够打了。
很强的一个右闪啊，把白球这个上库往上方弹的角度呢修正了一下。中带这边可以打，但是不是本意啊，本意想叫的直一点，先去拆解开上方的二三啊，三号是有的，没问题。再来七，看白球上去六，然后看这杆位置，上方三是有的，刚才镜头里给到了。来看这杆，叫四的话，中带要叫直一点，往左边推。来看角度是不是走过了，走过的话就是容易奔着二三的位置去 K 啊，或者在上方，确实走过了。走过先看看这个方向有没有想法继续的带一个左塞高杆吃库边往回勾啊，再去带一下。十秒。K 一下。可以，上方红三有。角度可以继续向现在画面下方。常规画面左边的话，就中低杆，中低杆可以下来。啊，继续来看二号的交位就可以了。哎，比较直啊，这个侧架杆啊，出杆小心，不要连击。这球稍有点手软啊，关键就是怕低杆回来碰到球。看这杆直下直上，底带13-12。好，首先恭喜吴振宇在这场比赛里边获得胜利啊！这场比赛是败部的第三轮，于海涛就被淘汰掉了。双方呢，从前面的吴振宇12-8领先，到后面双方打成双赛点，也是非常的精彩。好，那今天的 TV 台直播就到这里，明天上午继续10点，不见不散。